大家都没事吧？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小鸭池塘快消失不见了，我要打给汪汪队。什么声音啊？那里水一定是从那个排水口下去的，我们要找个小东西才能进去仔细看清楚。特瓦奇，我需要你跟无人机。无人机，好了，现在看看它去哪里。嘿，跟着水管走就是地道了。无人机还要飞多远啊？这么远。无人机好像撞到堵住地道的东西了。你也觉得是那个东西挡住水吗？也许吧，我们得亲自去看看。路马，我们到地道去兜风吧。酷哎。要是我们拆掉一些木板，一些水就会开始流出来，小鸭池塘的水就会满了。好主意，莱德。慢点，路马，要是水一次涌出来的话，那就糟了。现在快走吧，不然地道的水就要满了。你们别担心，小鸭子，莱德会让池塘的水满起来。欢迎大家来到冒险湾风浪板比赛，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！哇，风变大了，好像有点太大了。小心！不好哎，这还差不多一点。抓紧了，咕咕鸡！来了，好哎！真奇怪，突然冒出一股很强的风，海面上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！哇哦，我们得去帮忙。没有太强的风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看到您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卡蒂，我马上就让你不昏喽。哇哇，救生圈。啊，谢谢你，路马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。嗨，古威市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抓紧喽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灰灰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有我的小情趣。快看我，我在屋顶冲浪。酷哎，要稳住，稳住，现在。糟糕！救到了。太酷了，真棒的飞行技术。这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风了。风到底哪里来的？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紧急事件，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。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。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，可能会有帮助。阿奇，用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我发现脚印了，到人孔盖那里就没了。阿奇，派你的无人机下去，看看能在地下道找到什么。发射！雕像就在那里，好威！为什么雕像在动呢？汉蒂娜市长，我该想到的。我不记得有邀请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派对。汉蒂娜市长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，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去追他了。什么事，莱德兄弟？汉蒂娜市长把咕咕鸡雕像带走。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地道逃走。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碰面。莱德，你看，该洗蓬蓬了。慢着，水流太强了。
我们会被冲出去，冲到海湾外的。沿着地下道就能回到雾敌室了。什么？啊！竟然有鳄鱼！冒龙车，马上倒退！哇！啊！阿奇、天天，我要你们准备好接住他们。现在放弃猫龙车。网子。真是太丢脸了。做得好，汪汪队。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，是你害翅膀变得那么脏的。你的招牌气泡酸瓜能吃了吗，爷爷？这一批的气泡真的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嗯，搬到车上去吧。等等，这里还有一罐。哎，要小心拿，要是摇晃罐子，气泡会让罐子爆开，像汽水罐那样。路真是不平啊！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我可能加了太多气泡了！救命啊！波特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是我的货车可能卡住了。交给我们，阿奇，我们要用到你的绞盘，包在我身上。波特先生的货车在哪里？货车翻出路面，现在卡在岩棚上。绞盘。我下来了，莱德。天天，放下钓具，把波特先生钓上来。钓具，抓紧啊！莱德，要怎么把波特先生的货车弄上来？要是有办法能把货车弹上来就好了。这辆货车只需要一点气泡酸瓜的力量。灰灰，车上还有没开过的罐子吗？有，还剩下一罐。摇一摇，然后放在货车下。罐子放好了，我要上去了。空空，是谁呀？是酸瓜。哪个酸瓜？快点收拾好东西逃跑，它要爆炸了！大家小心，快退后！从前，从前，只要到了满月这天，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，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地跑出来，在暗处盯着你，四处觅食，大声咆哮，大家叫它凶猛的狼狗狗。绿色代表该睡觉了。啊呜！啊呜！哇哦，我真的跑得好快哦！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。哦，我可能会吓到他们。哟，有臭鼬的味道。臭鼬看到我会怕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要怕！哇哦，我真的跳得好远。变成狼狗狗还挺好玩的。是谁在那里？熊，快走开，不然哦！只是我啦，灰灰，我是狼狗狗。什么狼狗狗？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。但是你是真的吓到那头熊，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，谢谢。哼，真的耶。好吧，如果你遇到麻烦就嚎叫呼救。嗷呜汪汪汪汪汪汪队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。